講人講事。咁咧就 FBI， 我對佢特別好感情噶啦，大家都知道。咁啊，唔講咩原因啦。咁咧，特朗普嗰度同希拉里選咧，而家希拉里嗰度俾 FBI 炒到有啲電郵。咁咧就我仔話俾我聽，可能有機會會坐監。哇，總統都會坐監。咁我哋香港特首即係 CY 有冇貪污啊？咁曾蔭權嗰個點樣啊？咁其他嗰啲屋宇署長啊？咁我希望咧，即係我自己個人認為佢哋一定有咯。咁啊，就下一個特首咧，就請你查所有嘅官員同埋立法會議員。多謝各位。